这些东西哦，可以给你拿好的没？这些外卖。
双方换人，最后十二号罗志礼犯规，这是犯规第三次，犯规第二次，永仁高中雄。敬礼！这是打手犯规，这是第一次，或者第三次。
可能第一次。金融女中换人。
中，四号黄柔贞，上篮得分算加罚一球，哎哇！走不回，有没有东西？